白百合出轨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事情进展到现在，很多网友争相爆料。今天网友又扒出新料，在跑男某一期，白百合对陈羽凡当众表白，众人都是一脸羡慕，而邓超却一脸嫌弃，难道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了隐情？此刻邓超还瞪了白百合一眼，陈羽凡的表情也是耐人寻味，只有 baby 在后面傻笑。看来在场的只有他和大家一样被蒙在鼓里。听到了白百合的表白，邓超全程都是一脸嫌弃，陈羽凡脸都黑了。网友们也评论，邓超肯定知道内幕的，邓超与权关系特别好，怎么可能不清楚？我去，超哥这恶业太耿直了吧，前期百合还要再明显一点吗？